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你明知影，叫爸去甲游街的人理论，根本就无法度解决代志，颠倒是制造冲突。你讲，我那做啥物唔对啊？我就是不忍心看到阮哥对面前又更加开起来，就爱牺牲一世人的幸福。我更加无愿看到阮爸因为阮哥的代志，爱在未食未困。有阵我已经决定啊，万一到时阵我困阮哥困到未叮当，我就直接去游街，跟因摊摊牺牲。就算因为安尼贴破面，我嘛不要紧啊。你敢袂卖遮冲动？好啦，代志到这，我就照实跟你讲。你敢袂记得，高一进前一直要找找魏宇忠上迄个画家。嗯，啊，毋是去找着迄个姓王的画家。其实，魏宇忠上迄个画家毋是迄个王小姐，是我叫伊冒充安尼做啊。真正魏宇忠上迄个画家是如意。而且，如意伊无出国，人即马搁伫台湾。你讲，余忠臣真正是叶如意话？哪安尼？事实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啊，你绝对唔通去杂插，甲个甲艾米结婚书拢拉山去啊。那无，个伊得搁继续去找如意，万一如意哪会找着，到时咱就要哭无目屎啊！我拜托你，杜家爸伊讲啥？伊讲，伊甘愿和哥甲如意做伙。来爸，所以来，咱应该要安怎做啊？哈，咱即摆唯一爱做的，就是尽力促成哥甲伊蜜姐婚事。德香，李小轩，咱俩不是亲婚人啊，啊是咱俩看到连拍家就好得无啊？对啦，以咱两个关系哦，我结婚是不是要帮贴牌互你？这问题困扰我真久啊，毕竟咱是干爸干母的姐妹啊嘛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放电话给你，我搁惊你唔敢来。而且万一若是害你去想到你未来继父对你的伤害，安尼我就真正就死嘞。恭喜你要结婚啦！要唔过你电话唔免放给我，你当信落来。安尼哦，你真正无想要参加我的婚礼啊？啊，不过我就想要啉你家庭的喜酒呢。你啥物时阵结婚？到时阵哦，我甲大凤一定会包一个足大个红包给你呢。唔免啦，林金杯对有来有去，啊我无去，所以嘛免来。而且你会当把你的假情假意收转去啊。你来讲我是假情假意啊？我是真正有认真想过要邀请你甲阿忠来见识我的婚礼呢。啊，不过后来我想想的，就算讲邀请你来见识婚礼，迄嘛无路用啊，因为阿忠哦，伊只是一个工头。那有遐尼侪钱办遐尼盛大个婚礼啊？万一若是去伤害到伊个自尊心，安尼就唔好啊！你莫俩阵讲所有人拢甲你同款，规头壳拢是钱。你唔是要嫁予金大风，你是要嫁予金家个财产。你来讲这种话啊？啊，就算是又安怎？你敢知影这句话听起来有够酸个？你根本就是咧嫉妒我。你讲唔对啊？我一点仔拢袂嫉妒你，我顶多感觉你足悲哀。虽然讲你会当得到金钱，但过你的心内、你的感情，拢是空虚的。而且我看会出来，你真正爱的人是总经理。而且在你的心肝内，伊的分量嘛早就已经超过金大风啊。你最好别伫个大风的面头前，我袂讲这种话，破坏我甲伊感情哦。我讲我袂乱讲。在你的心肝内，总经理个性温柔，又个心胸稳重，
所以你唔才会去爱着伊。遐无真可惜，伊家庭革命失败啊，所以你唔才会离开伊。你即卖倒去大方的身躯边，遐嘛是因为有钱。你又袂讲，我才不是因为大方的钱呢，你就是为着钱。我知影是因为爸的关系，所以唔才会造成你今仔日追求金钱，这么不择手段的偏差手法。大方虽然有钱，也不过伊个性却无一定会当让你挖好终身。啊，你即马进退两难啊，想要转去总经理的身躯边，也不过伊赶快是一个有妇之夫，所以你永远拢得袂到你想要得到的物件。你是凭什么教死我？你到底知影啥？我跟大方是青梅竹马呢，我有可能无爱伊啊？自细汉你着好心多强，啥物拢要占命。也不过天公伯绝对无可能让你这种贪心的人照你的心愿的。你甲大方是青梅竹马，迄嘛是因为自细汉你甲伊数学开始的，伊才啥物代志拢听你的，让你感觉你家己最重要的。也不过你嘛真清楚，迄不是爱，所以你今嘛唔才会讲真空虚去爱着总经理。你根本就是一个妄图，你安尼讲来讲去，都是无想要看到我甲大方幸福。所以你才会把空扯讲这种话。我知影，你即嘛是想要安康你家己感情失落的悲哀。啊，假使讲你要治的，真正是这种看起来扯花，实际上却是精神空虚的婚姻生活，安尼我就真正无啥物好讲的。原来你拄才恭喜，拢是虚伪的。你就是这尔啊高计生，这尔啊够人玩，不怪大风无爱你。参照你这种个性，若是不管因改起来，上可怜的人就是你。你早晚哦，还是会去有人放生。凊彩你即马要安怎讲啊？无你就继续欺骗你家己，去嫁金大风。要过你以后就卖万分卖艰苦，你今仔日所选择的路。我知影，你是调岗卖惨吧？我只是想袂到讲，咱两个人，即摆连见一面嘛袂用得。我就希望，咱会当参照过去同款，做伙出去骑车、兜风、透透气。我无是安尼，我都已经要结婚啊，欢喜都袂好啊。顶多是你啦，你心内一定有一口怨气，所以需要去透透气。今仔变到这款的结果，我敢来用怪我家己，所以我袂怨恨你。我欠你一个道歉，因为我捌承诺，我要解决家己婚姻问题了，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。那么真实嘞，到即马我还是做袂到。这拢已经无重要啊！等到后日，我大方完成婚礼以后，咱就是无关系陌生。你敢确定，在金大方的身上，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幸福？我知影你的婚事，即马唔那是你妈反对，金大方伊妈。把伫你的背后用心计较，要甲你拆散。就算讲这两个做也无，我相信你比啥物人搁较了解金大风的个性。你敢确定，伊是会当互你嫁乎伊生的人？你来遮就是要甲我讲遮哦？你讲完了没？我先回去啊。约会。是的，我知影我不应该跟你讲这，
我嘛无权利勉强你做任何的代志，要么就算讲这是最后一遍，你答应我，最后一遍答应跟我做一起兜风，因为我就怀念过去，咱做一出去骑车兜风，这样感觉是足好的，会当把我所有烦恼暂时放袂记哩。 我想过病，我会陪我度过遐痛苦的日子。我知影你无代志嘛，因为你的个性哦，你查甫人我也见过，无可能这么简单，让我这个代志拍败。其实哦，安尼互水淋淋的，心情感觉加足好诶。要找到一个了解你、支持你的人，是我安尼也无简单。 我想过啊，你若是会当做我的太太，咱一定会当配合较真好。我现在足欢喜的，所以你给我的感谢，我欣然接受。我真正不知道你的男朋友在想啥，那叫你讲，竟然让你离开。你对我的感情，我拢有放在心内。 尤其是你无受离开，有教过我拍拼，我心内真正足感动的。你艰苦的时阵，头一个想到人是我，这就表示咱的感情未歹啊。真实的，明仔以后，我跟你的过去，我必须要完全拢放袂记。 因为真紧就是真太太，我无想要伤害你，我想要完成的梦。有会，你可能我都搞放袂记哩，也毋过参像拄只咱安尼，做伙骑车兜风，遮尔欢喜的代志。 我无法度放袂记你，我无想要骗你，我真正无法度，甲对你的感情放下。都已经什么时阵啊？搁讲这有什么内容？ 我讲这话，不是表示讲我唔肯认输，我是为你咧设想。我可能无金大风因兜遐尔有钱，但不过我有自信，你跟我做伙，我会当让你快乐，让你幸福。你若知影我跟金大风做伙，袂有幸福，袂快乐。 这个答案，敢若你一个人会知影。要么，我希望你会当想清楚，想清楚你到底要选择什么。我都已经做选择了，还有什么通好想的啊？
还给我选择的机会。你结婚迄天，我会伫个婚礼会场对面迄间饭店等你。假使你愿意放弃金大风，你来找我，我一定带你做伙走。你感觉我敢有可能放弃金大风？假使讲你最后选择是金大风，我就会带着我对你的承诺，我会一个人出国，去国外重新开始生活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想要为难你，是我自己真清楚，只有安尼做，我才有可能对你死心。做可能放下我对你的爱。你免阁等啊，我都已经要结婚啊，绝对无可能对你走的。假使你坚持要出国，我希望你不是意气用事。你是真正要去找出属于你的人生，好好去发展。靠你家己是对，打拼出一番事业，别阁让艾米把你打在脚底啊！我嘛真希望，我会当靠我家己的实力，打拼出一番事业，给阮爸看。因为我嘛真清楚，会当和我打拼的力量的人是你。只要有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无论伫什么款的所在，我拢有自信，我一定能创出一番属于你甲我的事业。我一定会等你，我会等到婚礼结束迄个时阵为止。已经真晚了，我想要回去了。这是安怎？敢讲后天两三句话，就影响我的决定？你还给我选择机会？你结婚迄天，我会伫个婚礼会场对面迄间饭店等你。假使你愿意放弃金大风，你来找我。我一定带你做伙走。无机会回头啊！嫁给大风，这是我唯一的选择，也是幸福的归宿。
不过是安那，我的心内一点仔拢感觉袂着结婚的欢喜，天都敢那敢那失去什么共款。你后悔，你千万袂用后悔，你袂用丢毒，你一定要叫我大方。这一切都是你最无简单才得到的。你来，爸，一切话。哦，娟子，啊，你有去告过林哥哥，叫伊卖查伊咪无？有啦，我去找伊讲过啊。伊安那讲？敢肯听咱的？你绝对唔通去杂查，甲哥甲伊咪结婚书拢拿山去啊！那无，哥伊得阁继续去找如意。万一如意闹伊找到，到时咱就要哭无目屎啊！啊，春春啊，到底是安那？你唔着紧讲，哪会那吞吞吐吐啦？我着有时讲到无端，伊还是坚持要娶艾米姐啊。看起来，即摆地位是艾米啊，伊家己放弃，咱无咱着讲到安尼啊，你哥哥嘛无可能改变心意。咱哪知影呢？当初不如答应恁哥哥娶如意啊！上起码是伊照顾恁哥哥，唔是恁哥哥照顾伊。啊！即马讲这拢无效啦，我还是过来看阿咪者。哦，对啦，春春啊，我阿咪要跟人食一个饭呢，有啥物代志就打电话。好，我知，爸再见。我知，啊，一点钟来，我会到，多谢你。安娜，听来话来讲，你后院的状况袂歹。是啊，有志强陪我，确实好了真紧，多谢阿伯关心。阿伯若无其他的代志，我想要食药啊休困。阿咪，其实我是专工来找你参详代志。参详。我唔知影，我即摆安尼，个人家被参详啥？啊，你嘛知影，志强伊并不爱你，你敢真实会当接受这种无感情的婚姻？志强有甲我讲过，感情的代志，阮阁有足侪时间会慢慢培养啊。而且之前，伫阿伯撮合之下，阮嘛交往过一段时间。我咧想，应该无遐尼困难啦。虽然讲我即马暂时还阁袂惊，也毋过我相信，只要我继续坚持落去，总有一天一定会阁站起来。你即只老狐狸，之前是安怎学到我甲志强适合？即马是看我安尼，就是要劝我放弃？哼，无遐尼简单。我嘛真希望代志会当有真好转变，也毋过一定会。阿伯，你还对我有信心吗？我有迄个自信，我一定会做你的好媳妇的。艾米，有一点
阿伯一定要讲你知影。你这摆手术无成功，以后恐惊都无机会。所以阿伯以一个做人老爸主事来拜托你，拜托你放弃志强，卖别甲你结婚好。阿伯，你对我提出这款要求，敢会伤残忍、伤自私啊？艾米，我知影，我乃是对不起你，要不，请你体谅，我这做人爸母的，真正无得目睭金金，看家己的囡仔娶一个伊无爱的人，过着一世人无幸福的婚姻啊！阿伯，可在志强无爱我的时阵，你是安怎鼓励我，叫我爱有信心的？想到今麦，你煞讲你唔甘伊娶一个伊无爱的人做某，你若唔归去讲，你是咧气嫌我？你安尼，拢是阮志强唔对。但无你放心，你这世人有为，我拢负责到底。若是安尼，我无咧客气，是志强家己讲要娶我呢。你啥拢袂咧骗我？感觉我无够可怜心，你摕给我试试的，我无想要我，我想要我。有话跟我讲嘛，艾米。你卖挂我。你卖呢？艾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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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回来，医生看，阿哥靠干你哈啊！妈，阿伯叫我卖甲志强结婚，放弃志强。陈院长，阮艾米才开刀无偌久呢。啊！你走来才讲这款话来刺激伊，做人敢当爱遐无情？你嘛是有查某囝的人呢，啊！若有人对伊安尼，你是啥物感想啊？嫂，这个艾米不会开药去啦。哎呀，妹，你加好心啦！我家己的查某囝，我家己来啦。阿伯，艾米啊，阿伯，我求你，我会想办法好起来。你莫跳山个志强好无？我救你啦！你救伊是要做啥啦？咱无需要救。伊若敢发作哦，咱勇敢做替爸爸放伊煞。嫂，啊，即摆伊咪情绪真激动，回先休困。有啥物代志啊？以后再阁讲。阿姐，我先来走。真有够苦哦！我即马就打电话给恁爸爸，叫伊过来处理。免啦，妈。我爸知影，只是加麻烦嘞。敢讲你要安尼用欺负？你惊哦，妈妈唔惊啦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叫志强恁爸爸乖乖领我这个媳妇。看这个办事，要劝艾米放弃是无可能。志强若是爱娶伊，你来照顾伊一世人。早一点回去，我跟人有约。加一寡时间陪宝宝啊！喂，啊，宝宝你发烧？哦，好好，我先过，你等我。文姐，拜托你，麻烦你先搞我去长江路一边。好。多谢。
会。陈院长啊，甲你约迄个画家吼，因为临时发生代志，今日耽误着，啊，所以问讲是毋是归去取消即摆见面。无要紧啦，我咖啡已经叫啊，我会阁坐一下。啊，你看伊代志若搞较好啊，你才靠我，看还阁伫遮无？啊，先安尼哈。小姐，阿伯你好。啊，你不是出国去啊？哪会？阿伯，是嘞哦，我跟人阁有药，可能无得跟你讲啊。啊，姚小姐，是不是一位蔡先生介绍你来，讲有人要买你的图？你哪知影是蔡先生？原来要买刀的人是阿伯哦、喔，是嘞哦，蔡先生，伊若先让我知影是这款情形，我就袂浪费阿伯时间啊。不管安怎，我还阁是真感谢阿伯这么英雄来的，多谢。那莫小事啊，既然来啊，是毋是请你小坐一下？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原来你讲你出国是要骗志强的，啊，志强知影这件代志，是我呢一直拢真艰苦。这也别放心，我既然决定要安尼做，我都无打算搁要甲志强联络，我嘛袂去耽误着伊的幸福。好啦，姚小姐，你误会啊，我毋是迄个意思。我刚才是想要跟你讲，志强现在状况，还阁有我的为难。阿伯，请你唔免烦恼，我既然已经决定啊，我就袂伫咧这个时阵出现伫咧志强面头前，我袂去干扰伊的生活，也是去影响到伊任何的决定。若总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无啦，叶小姐，咱要讲的上重要代志，都还袂开始讲咧，咱就先赶紧要走啦。我知影，你无想要提起志强的代志，安尼好，咱要讲伊，就甲讲你画的图着。请坐。叶小姐，我真欣赏你画的图，我意思是希望会当借用你的才华，替阮病院，也搁医学中心做一个整体的布置，唔知你甘愿意？这，你是一个真有才华的人，我相信，若是给你机会，你一定会做甲真好，甚至会当伫个画界拍出你的知名度。希望你唔通因为其他顾虑，就来放弃。真感谢阿伯肯给我这么好的机会，啊，不过，敢袂用给我一寡时间，给我想看卖？好，我等你，希望你真紧就会当回我的消息。一想到要甲李有辉结婚，伊也爱听叫我妈，哼，我规个心肝火燎。妈，你用
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想啦，因为我甲有慧要结婚啊，所以爸才这么紧把这金戒指要交我，所以你也趁慢进来哦，你买这个时阵啊，来扰乱，啊那无在你心宽里做你啊，就是因为知影这点，啊无讲有需要你买个金嘛，想要做金戒小奶奶啊，勿紧啊。等你结婚了后哦，我再看一摆来红台花街做大家。王一官，佳佳，你嘛伫个？我毋是讲过，我无甚物看到你，你是过来创啥？我今仔是几句话，我也想要对你讲啊。我知影，我即马成婚了，我着伫明仔载你的婚礼上恭喜。所以我特别来找你，我希望啊。好啊，嘉义官，啊，你明明知影大凤明仔载就要结婚啦，恁咧找帮白帮走来，啊，未来去有计划去怀疑引起什么风波，咱是要怎？大凤，无论你安怎对待我，我都不要紧，毕竟是我亏欠你。阿哥，你一定要好好养好恁爸爸，阿哥，好好对待玉慧。我拜这么少啊，伊会用心对待我，所以我会好好友好伊，这你免烦恼。啊，若有会啊，伊嫁给我了后就是我的太太啊，我嘛会甲惜命命，你无需要操烦。好，若是会当安尼啊，我就会放心。你要求我的事情，我都做得到。那你管要求你的事情，是不是也要麻烦你做得到？我拜托你，你以后别再来搅搅我，好不好？以后若在路头了，我小拄着，咱想要继续无熟识，因为你的存在对我啊甲永辉来讲，是真大的压力。我无希望要阁看到你。杨先，结婚以后，你来得安分守己，我自然就袂来搅扰你。结婚以后，都是大人了，袂用阁参照啊，即马赶快洗身体啊，会记得。金玉虎是你心目中第一名的爸爸。所以用这款态度甲伊讲话啊！你唔通袂记，杜世宏比你甲土地娘出的代志，佮出来斗相共。慢点，是吗？这代志我靠我家己做呀。要结婚的人啊，莫去遐是非啊，心事事性，我讲，我来找你讲一下。妈，我来，乖。妈。人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。
一面。